我欠你的钱，你欠我的钱也不差多这一点，等发了工资一起还嘛。这件怎么样？这粉也太……这件呢？大哥，你这孕妇装吧？孕妇装？呀，就这件还行。怎么样？转个圈我看看。你让我转我就转啊。你干什么？Can you hear me？ 走进迷惘的森林，忘记曾经的拥抱和谁的约定。 Can you hear me？ 只能存在我梦里，所有喜剧和悲剧是否有痕迹？遥远的心，你路过我的里面，这件还不错，穿上吧。一共是731，请问怎么支付？支付宝。发了工资，所有的这些我会一分不少，连本带利的还给你的。哎，不过你这人还真是……你对所有同乡都这么好吗？上次是萍水相逢，这次又是所有同乡，江小媛，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？老好人呗。